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修华严奥旨》，望尽还原观第九面。倒数第三行，从后面的两句看起，我们把文念一遍：迥超淫欲之端，透出全地之表。经云：如有大经卷，量等三千界，在于一尘内，一切尘亦然。由一聪慧人，净言普明鉴，破尘出经卷，广饶一众生。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，这是一段啊。这是《华严经》上的一段经文，确实世尊呢给我们做了证明。一微尘呢，确确实实含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资讯。要用佛法的话来说，一切诸法性相离世因果，没有一样遗漏掉的啊，在一微尘里面呢，通通包含了，一一微尘呢，亦复如是，没有例外的啊。这个是真正的像大师这两句话里面所说的啊，迥超淫欲之端，迥是远呢，远远的超过啊，超过什么呢？超过淫欲。我们言语说不尽，超过思虑啊，这个就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啊。虑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没有办法想到啊。也就是说，言语有界限，自信啊没有界限。思虑也有范围啊，大乘教里面讲，我们众生的思虑顶多你能达到阿赖耶识啊，你没有办法超越啊，可是阿赖耶识呢，还是相当有限。啊，所以，宇宙万法的真相，不是言语能说得出来的，也不是你思维能够想象得到的。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透出全地之表啊，全地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工具啊。啊，全一般也叫卷，
啊，叫沟啊，啊叫沟，地呀叫圈，这都是用竹子编的一些小篓子，做什么用的呢？这个全是抓鱼的，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看不到了，啊，我们小时候还乡村里面还有这个东西，啊，在小水沟里面，啊，在里面捕鱼，啊，鱼游进去之后它就出不来，啊，圈呢是捕兔子的。啊，地是捕兔，地也叫做圈，啊，所以它是个工具，啊，在此地引申的意思是方法，是手段，什么方法呢？帮助我们开悟的方法，啊，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方法，啊，那这个方法是什么？这个方法就是经教啊，啊！可是你要记住，泉不是鱼，地也不是兔子，你的目的啊，是要把获得鱼、获得兔子，啊，而工具能帮助你，工具并不是鱼，也不是兔子，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表演的身教，啊，为我们讲解的是言教，啊，佛灭度之后，啊，弟子们将世尊的教诲集结成为三藏十二部经，啊，这个三藏就是略藏，略藏是佛的身教，啊，经藏是佛的言教，论藏是佛跟弟子们的讨论。啊，我们今天讨论心得分享，啊，这一类东西称为论藏。啊，这些东西呢，都可以帮助我们悟入，但是它不是自性，啊，它是个工具。我们真正悟入了啊，这个东西就丢掉了，就不能要，没用处了啊。所以金刚经上佛在说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，那个法就是此地比喻的全地啊，到我们悟入了，这个东西没用了，要把它舍掉啊，就三藏十二部啊，误入的人他不要了，对他没用处了啊，没进门的人对他有用处啊，可以扶他一把，帮助他一程，但是这个距离并不很长，是短程的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啊。现在我们可以用新的比喻啊，现在这个科学家发射的这个太空的卫星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比喻。那发射的时候是用火箭推动，你看火箭推动的这个距离并不是很长啊，把它推上去之后了，它自己就能够绕着，用这个地心吸力的时候啊，它就能够飞行了。火箭脱离了就掉下来，就丢掉了啊！所以目的跟手段呢要分清楚啊。现在我们对经教要不要呢？要，不能不要，没开悟吗？啊，我们在经教上所得到的，诸位一定要知道。清凉大师分华严经为四科啊，性解行证啊，分四科啊。
经教对我们的帮助是前面两段，帮助我们生信，帮助我们理解啊，信解呀。后面两段呢，不需要了。后面两段呢，不是在经里面的。如何把我们所理解、把我们所信的落实到我们的生活，这叫行啊。行的功夫大到一定的程度，就证明了。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你所信所解的。啊，像前面所举的这个例子，啊，一微尘里面，你能够看出释迦牟尼佛的一切经教，啊，里面所讲的性、所讲的相，他这里举例子，啊，譬如讲的染净、真妄、生死、涅槃。烦恼、菩提、大乘、小乘，啊，都在这一微尘里面见到了，亲自见到了，叫真啊！啊，给我们讲到宇宙生命的起源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阿赖耶识。啊，我们第六意识，这就是思想，这个能力很大。啊，对外面，它能够圆虚空法界；对内呀，它能够圆到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以外的呢，那就是自性，真如本性，它圆不到了，它无能为力了。啊，怎样才能够我们见到自圆到自信呢？你把这个工具丢掉就见了，放下就是啊。啊，你要不放下了，它是障碍，是你明心见性的障碍，这叫什么？法执。啊，这个严重的执着两大类呀，一个是我执，一个是法执。啊，我执没有放下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就晓得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从我执来的。有我就有六道，无我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没有那个境界什么？那个境界叫四圣法界。啊，我们修净土的人应该比较容易懂一点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啊。啊，最高的常寂光净土，啊，其次的十宝庄严土，啊，再其次的方便有余土，啊，最下面一层的凡圣同居土，六道是凡圣同居土，啊，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有没有？有，它只有两道。他没有六道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六道，哪两道呢？人天两道啊，极乐世界没有阿修罗道啊，恶鬼畜生地狱绝对没有啊。为什么没有呢？没有人造这个业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报，这个果报啊，是业力感应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人不造贪嗔痴慢，所以这四道就没有了。啊，你要晓得，贪心魔鬼道，嗔恚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，傲慢阿修罗道。啊，
他没有贪嗔痴慢呐、啊。啊，有我，你看我们这些念佛人往生的叫待业往生了，我们的我执没有断呐，我执没有断，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这个里面也有三倍九品。啊，看你功夫的前身，品位不一样。啊，可是方便有余土啊，就是净土。我们凡夫讲是净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个里头没有善恶。啊，刚才讲了，贪嗔痴慢没有啊，没有善恶。啊，他跟六道两个比。他清净，六道是染秽土，四圣法界是净土。他没有执着，他有分别。啊，如果分别也断了，起心动念也没有了，那方便有余土就不见了。都不是真的啊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是真的，他就没有了啊！方便有余土没有了，就是四圣法界没有了啊，十法界没有了啊。那显现出来的呢，是十报土啊，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，生到那里面去的。我们一般讲都是正德发身的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发身，才能生到那里。啊，没有正发身的，不能到十报土。啊，所以十报土是真佛，不是假佛了。啊，十报土里面哪些人呢？经上常讲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，华严圆教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四十在等觉，他们在那里修行啊。啊，这是真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啊！啊，如果你无始无明的习气都断了，啊，无明习气都没有了，那十宝土就不见了。啊，这就说明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。连诸佛十宝庄严土也不例外啊！无明习气没有了，他就没有了啊！没有之后现什么呢？现常寂光土，常寂光土不生不灭，永恒的啊！那是什么？我们这篇文章前面第一段讲的。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常寂光啊，常寂光是自己的自性啊，大乘教里也形容它为大光明藏心里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，这个境界就现前啊。阿赖耶怎么来的呢？阿赖耶不是真的，也是虚妄的，是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啊。几时一念不觉？为什么起无明？我们都要问呐、啊，这打破砂锅问到底呀、啊！
佛给我们的答复，一个字，妄。这一念是妄念呐，不是真的。那妄你就不能追究了，你追究不是妄上又加妄，你不把妄当真了吗？所以要知道，第一个因没有原因，第二个因就有原因了。啊，所以阿赖也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他是第一个一念不绝，那就是他的因变成阿赖耶。啊，这以下都有因果了，只有那个一念不绝那个没有因，很难懂啊。怎么会没有因呢？啊，《楞严经》上“言若大度，弥陀任也”。佛举这个比喻来给我们说，真的是没有因。啊，“言若大度，弥陀任也”呢？讲出来还是不太好懂。啊，我讲经的时候是用很接近相似的一个比喻，大家好懂。啊，这有这个经验人才行。我们这种年龄呢，生长在抗战时期，啊，给日本人呢8年抗战了，啊，那个时候，初中以上都有每个星期都有一堂军训课，啊，跟日本人打仗。必须有一点军事知识啊，所以小学没有，小学童子军，中学就有这个军训的课程啊。军训常常举行啊紧急集合啊，哨子一吹，立刻服装整齐，就要到操场去集合去排队啊。演习这个紧急集合里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，服装整齐你才能够出去集合，服装不整齐不行啊。啊，那么忽然之间迷了啊，服装穿好了，帽子找不到了啊，到处问同学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啊？人家同学告诉你，你帽子不是戴在头上吗？一摸头上，果然帽子是在头上，啊，这就叫弥陀任也，这就是迷了。你说什么时候戴的帽子？你怎么那么着急，一下就迷了？说在你头上都不知道，到处去找，找到帽子一身大汗，哎，结果问人家指在你的头上，没有原因，啊，跟言而大多的故事很接近。啊，所以说第一个没有原因呐，所以才妄啊，不是真的啊。啊，真的有因那就不叫妄了。啊，它没有。所以整个宇宙第一个因是没有原因的。所以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包括十报庄严图也是虚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十报庄严图阿赖耶变现的。啊，那在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呢，这就是波动的现象，确实整个宇宙是波动现象。啊，波动你要知道，自信不动，所以那个动摇的它不是自信。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呢，要很细心去体会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了。啊，真的明心见性。啊，性是什么样子？他说了5句。啊，描绘自信。他第一句说：“何其自性啊，本自清净。”
第二句本不生灭，第三句本自具足，第四句本无动摇，第五句能生万法，这就是自性。啊，怎么能生万法呢？迷了就生万法，这是真的。不迷不生万法，不迷的时候只有常寂光，所以叫大光明藏。啊，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。啊，可是要有一场波动呢，极其微细的波动。啊，这个极其微细，微细到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。啊，时间也太短了。啊，弥勒菩萨给我们说的，一弹指，啊，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生灭呢？32亿8000年。单位是百千年，啊，百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，一弹指320兆的念头，现在我们都用秒为单位。啊，时间单位，啊，那一秒钟我们至少可以弹4次，啊，再乘个4，那就是一秒钟里面有多少个这个妄念的生灭？有1280兆，太危险了，没有法子觉察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宇宙能生万法，就是这个微细念头相似相许的现象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心要是定下来，啊，恢复的定下来，念头是什么呢？妄想是念头。分别是念头，执着是念头。啊，世尊问弥勒，心有所念，问这一句话，这个念是分别的念头，是执着的念头，很粗啊，我们能觉察得出来啊。啊，世尊又问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、几相、几时，那这就讲微细念头了。啊，我们一个分别，一个执着，这个粗念里头有多少个细念？啊，那照弥勒菩萨给我们算的时候，我们用秒来做单位的时候，那是1280兆分之1秒。啊，所以能生万法是震动发生的，这是个动向啊！啊，但是这些形象没有离开自性，离开自性，它就不能产生现象。所以虽然是妄，妄是一真起的。真不是妄啊，真能现妄，妄不是真宗，不是真有，这妄是幻有，所以妄不爱真性，真性也不会妨碍这个妄境的生灭啊，它是一不是二啊，佛在这个
这一个说法呢，常常用大海做比喻，啊，把大海的海水比作真心，啊，它永远是海水。那妄是什么呢？一个浪花冲起来是吧？哎，冲了很多水泡，啊，那个水泡就是阿赖耶，啊，起水泡，那水泡不是真的，也不能长存。那几个浪它又消失了，消失了那就恢复在水的这个状态了。啊，用水跟浪花用这个来比喻。啊，浪花有生有灭，水没有生灭。啊，佛以种种善巧方便比喻，让我们认识宇宙真相啊。那明了之后，我们要是真的肯定了，我们今天有没有佛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？哎，我们也听懂了，有没有得到受用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呢？我们没有入那个境界。啊，你说能大师讲这个境界，那我们入了没有？啊，本自清净，那我们清净了没有？我们没有清净。本不生灭，那我们还是有生有灭。啊，本自具足，我们现在具足什么？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，我们具足是这个。啊，不是如来所说的智慧与德相啊！哎，但是你要晓得，智慧德相跟这个无量无边烦恼习气是一不是二。绝了烦恼习气，摇身一变就是智慧德相。这一念迷了呢，迷了智慧德相就变成烦恼习气，它是一不是二。啊，本不动摇。啊，我们今天的妄念起灭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。啊，念晚上睡觉都不老实。啊，睡觉你还会做梦啊。啊，做梦，换一句话说，你那个妄念还是有生灭了，没停止啊。啊，只要动它就现象。啊，不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本自具足。这佛家讲隐性。啊，没有这个缘的时候它隐它不现。啊，现出来是常寂光。有这个缘呢，这个缘就是一念不觉。有这个缘呢，的现象就生起来了。那我们要问，有没有不现的？我们可以肯定的答复你，有。不但有，而且很多。他们住在常寂光里头，啊，那就是我们这篇文章题目上讲的，啊，终极的目标是妄境还原，还原到哪里去？回归到常寂光。啊，这个在佛法叫成究竟圆满佛。你真的究竟圆满了。啊，但永觉还没回去啊，还在十八土啊。啊，回去之后啊，才叫圆满的成就了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
回到常寂光还起不起用？起用。为什么起用？法而入实。啊，这是自信的等等。设法界里面众生有感，常寂光就有应。啊，感应道交。啊，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应以什么法得度，他就说什么法。现身说法没有一定。啊，现身说法不是佛菩萨自己，不是自信。啊，是什么呢？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啊，众生有念头吗？佛没有啊，佛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怎么说法？所以，佛现身跟不现身是一不是二，佛说法不跟不说法也是一不是二。所谓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感应嘛。啊，那么这些说法呢，全部都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佛法名词叫诸法实相啊，真实相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设法界里面，我们观念上，它太复杂了。啊，它的变幻莫测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啊！啊，真真实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人纵然科学发展到今天，对于整个宇宙的奥秘，知道的太少太少了。你所知道的啊，今天人类所知道的真的是大海的一滴啊。你不知道的是大海啊，你知道的是大海的一滴水啊。啊，这个话说的是决定不过分啊。啊，我们前面所念的这一段，一尘出生无尽变。啊，全没有离开自信。啊，今天有个同学在啊，这是17号寄来的，前天啊，前天在台湾嘉义有一个命案冤案，100年前还是日据时代啊，一个冤魂附在一个女孩子身上，把她的冤枉完全写出来，血书。她是一块丝巾，在丝巾里面的时候，她指头咬破，写出她的冤案。100年前。这是迷信吗？那是鬼神呢，死了100多年了。你看这个怨恨呢、啊、没有化解呀、啊。啊，造成什么现象呢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现在当地一些法师们的时候来帮他超度。啊，希望他把这个怨恨呢化解，啊，不要再报复了，啊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
彼此都痛苦啊，应当要觉悟啊，不要把恨呢记在心上。我们知道他这个怨恨很深啊，在轨道里头也痛苦啊。这些问题只有在佛法里面得到了解决啊，才能化解啊。佛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相，所有的现象都是虚幻，何必认真呢？啊，认真你就错了啊。金刚经上讲的多清楚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问题全就化解了啊。所以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啊，大经上可以说是揭露宇宙人生的奥秘，这华严奥旨啊。下面引经说啊，经云，这是华严经里面说的，如有大经卷，亮灯三千界啊，这是比喻啊。如果是有这么大的一卷经啊，分量多大呢？啊，分量等同三千大千世界这就是讲啊，一尊佛的教化区啊。啊，这个教化区多大啊，如果要不说出来的话，我们还没这个概念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佛经上所讲的单位世界啊，我们以前误会，以为单位世界就是太阳系。那他告诉我们，不是太阳系。你看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日月就太阳月亮，是围绕着须弥山转的。啊，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。啊，日月星辰呢，都是绕须弥山转的。那么，太阳怎么能算是单位世界的中心呢？啊，我们九大行星还有这个很多的小行星是围绕着太阳转的，称为太阳系。而太阳呢，太阳我们知道是绕银河转的，所以他根据这个讲法的时候呢，他说这个一个单位世界呢，应该是一个银河系。这个我们想想啊，也觉得有道理。啊，那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，一千个单位世界叫做一个小千世界。啊，在以小千世界为单位，啊，一千个小千世界呢，就成为一个中千世界。啊，然后以中千世界为单位，在一千个中千世界，才成为一个大千世界。啊，一个大千世界就叫三千界，因为它有小千、中千、大千。啊，所以三千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有多大了？以银河系来说，十万亿个银河系。我们今天科学家，啊，最进步的科学仪器，
没有看到十万亿佛心，没看到。啊，十万亿个银河系才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是这个经卷有这么大。啊，十万亿个银河系，你看在哪里呢？在于一尘内，一切尘也然。那这个境界在哪里？在一微一尘里面。啊，这个微尘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啊，是现在量子力学里面所讲的基本粒子，啊，是讲的夸克，在那个里面，这是说一尘含容空有变嘛？为什么它称心？啊，自性没有大小，自性没有先后，也就是说，说到自性啊，时空就没有了。啊，空间是讲大小啊，时间是讲前后啊，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一微尘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。我们听这个境界不可思议。那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一微尘里的哪止一个三千界啊，无量无边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就在一微尘呢。啊，前面我们学过一尘出生无尽变。啊，就那么一点小小的东西。出生无尽啊！这些年来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很不好懂啊，所以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玩的万花筒，哎，很像啊！所以很多同学把这些道具给我找来了啊，这是个万花筒，你看万花筒就这么大了啊，你转动它。啊，你在里面去看它这个图案的变化，出生无尽。啊，你要每一个图案，你用照相把它照下来，照成一张画面。你在这里从早到晚转一天，大概也转个有几万遍的时候，照成几万张，绝对没有两个相同的。你说它有多少？你打开来一看。只有几片不同颜色的碎片，啊，它能够千变万化，无穷无尽，啊，自信的道理啊，跟这个相似。没有数量的，啊，每一粒微尘都如是。啊，微尘里面有世界，世界里头有微尘。啊，每一粒微尘里面所包括的是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信息。我们今天科技很进步。一个小小的晶体啊，指甲这么大，它能够含藏大量资讯在其中啊，像我们佛门的一部大藏经啊，一片小小的光碟都在里头啊，甚至像我们一部四库全书啊，现在一部全书做成光碟了，十几篇。我们相信将来的时候科技会更进步，啊，一片里面就包容了。
能不能跟微尘相比？不能相比。唯一列微尘里面，它里面含的自性是变法界、虚空界全都有。你这一片比它大得多了，啊，才含有这么一点点。所以这个科技要跟佛法来比，还差很远。啊，我们才晓得佛法是高等科学啊。今天科学、哲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，《华严经》上通给你解决了。啊，很可惜的，科学家没有去读《华严经》。啊，认为这是宗教，这是迷信。啊，如果他真的能够虚心，啊，放下身段，认真的探讨，我相信帮助他提升他的境界。所以，从事上讲是科学，从理上讲是哲学。一而二，二而一啊。啊，我在早年，这58年之前，啊，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，啊，说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，啊，学了将近60年，中国人讲一家子了，发现了，不但是高等哲学，它还是高等科学。啊，无论讲宏观世界，啊，微观世界，《华严经》都讲的比现代这个科学家讲得更透彻，讲得更圆满。啊，下面说有一聪慧人，静言普明鉴，破尘出经卷，广饶一众生。他是有一个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，谁是聪明智慧人？他注释就是你自己，不是别人的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佛在华严上常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所以有人要问的时候，你们学佛，佛在哪里？这佛就是你自己，你自己就是佛。啊，那可能我现在烦恼很多，我不像佛。啊，只要你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这三样东西放下，你就是佛了。啊，那你现在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佛，啊，带着这三样东西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得能向好，不能向前。啊，你受这三样东西累赘了。啊，无明烦恼，你的智慧不能现前，它障碍你智慧。啊，尘沙烦恼，障碍你的德能。见思烦恼啊，障碍你的相好。你看，你这三样东西，得障碍呀。啊，三种东西放下了，那你的境界就跟往生经
跟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一模一样。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说谁呀？说我们自己。啊，我们自己在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跟《华严经》上说的一样。啊，跟六祖慧能大师说的一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开悟30岁，啊，30岁开悟，把他悟入的境界详详细细说出来跟我们分享，这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细说，六祖慧能大师是略说，啊，说一个总纲领，只说20个字。啊，他跟释迦牟尼佛所证的是同一个境界。啊，那么我们就知道，《华严经》说什么？哦，原来《华严经》就是说。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，就是这个。那所以这个20个字展开，就是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》，《华严经》浓缩起来就这20个字。啊，那只要我们肯放下了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境界。啊，不是别人的，我们自己没有放下，那《华严经》是释迦牟尼佛的。啊，12个字是六祖慧能大师的，那就不是我们的。啊，只要放下就是，放下，你看。清净心现前，净眼普明见啊！普明见是普眼呐、啊，啊，我们前面曾经学过啊，我们学佛学的人很多，学的时间很长，不得受用，不像佛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没有认真去做。啊，我们只是说个不好听的话，是死在脚下。这叫什么经本呢？我们念死书啊，没有把经念活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啊。啊，经念活了，它就管用了。啊，经念死了，不管用。不生智慧，它生烦恼。啊，经念活的人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不一样啊。啊，经真念活了，什么都不执着了，心清净了。啊，你看看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是修净土的，我们都依照下莲居的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汇集本，我们用他这个本子。啊，他这个本子上的经题意思就非常圆满。这汇集的好啊。啊，经题前一半大乘。啊，佛说大乘，
无量寿庄严，这个在古时候啊翻的这个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在中国有12次的翻译，啊，宋朝的翻译就叫做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，这经题用这座经题啊。清净平等觉是汉译的，啊，早期这个经到中国来，啊，翻译的这个经题是清净平等觉经，他把这两个题合在一起，那是会的真是天衣无缝啊，会的太好了。啊，这个题上半是讲古啊，就是释迦佛在华严经上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，你看看多妙啊。啊，下半呢，下半是讲因啊，这个果是怎么修的啊，这个大乘无量寿庄严怎么来的，是从清净来的，是从平等来的，是从觉来的啊，你看你的心清净，智慧就生了啊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，平等是德行啊，无量寿啊，觉就庄严。你看这果跟因对得那么好啊，那我们今天修行，我们的目标放在哪里？天天求佛菩萨保佑。保佑升官发财，啊，这是什么心呢？自私自利呀！所以，佛法的殊胜没有得到，天天拜佛，天天烧香，啊，天天精进用功，所得来的不过是名闻利呀。那你去求这个吗？啊，有几个人呢？真学佛是求清净平等觉。如果真的是把这个当作我们学习的目标啊，那他的果报啊，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，他会得这个果报。啊，这就晓得我们搞错了。我们贪着是小利呀，太小太小了。啊，拿一块大黄金去买个糖吃啊，这不是傻小孩干的。啊，我们现在就犯了这种错误啊，不知道这个无比殊胜的大法啊，我们的果报是极乐世界，是华藏世界啊，怎么能要眼前这种小利？啊，我们要寿命，我们要无量寿。啊，我们不要在这个世间活个80岁、90岁、100岁。啊，越是到老活在这个世间是受罪呀，哪有享受呢？那年轻人还可以，还能讲得过去。
啊，中年以上啊，多活一天是多受一天罪啊，多活一天是多受一天苦啊，这个要觉悟啊。啊，你真正觉悟到这一点，你智慧就开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就愿意放下了。啊，放下就成了，就成功了。那你就是经上讲的聪慧人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学佛，我们念佛，为什么念佛？为清净心念佛。念佛是全体啊，是一种手段啊。心为什么不清净呢？杂念太多啊，杂念。不管是善的是恶的啊，是世法的还是佛法的啊，佛法也要舍啊，何况世间法啊，这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我们要舍啊，我们舍不掉这个妄念，舍掉了又个妄念起来了，这是我们痛苦的地方。所以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通通把它换成阿弥陀佛，念头才起来，这第一个是妄念，第二个念头不让它相续，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啊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取代所有的妄念啊，让妄念呢不能够相续，要让妄念不能够占有我们的心地啊，心里头应当全是阿弥陀佛就对了，我们的清净心就现前了。清净心呢，就生智慧。有智慧呀，那你才有普见。啊，净言普明见呐，啊，像观自在一样啊，啊，千手千眼。啊，破尘出境界，我们还要不要经卷呢？啊，一部大藏经，现在虽然是印刷术进步，啊，能够把这个经卷浓缩成小字，啊，也有100多册，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分量。啊，所以你有能力破尘出境界，就不要这个东西了。你要大藏经干什么？啊，你能在一叶微尘里面见到变法界、虚空界、性相、离世、因果，你说不尽呐。啊，你能够在同时一处啊，同时在变法界、虚空界里面现身，现无量无边身，面对着十法界不一样的众生。你去帮助他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！他们有感，你就有应啊，感应道教。
啊，现在学佛，很多都不如法。我们要做出榜样给人看，怎么学法呢？一个字一个字的学，一句一句的学，真学。啊，我学了这一句清净，我一定要把自己心恢复到清净。我的心本来是清净。我学到平等，我对一切人决定不能有高下，有分别。啊，做到平等的人要像普贤菩萨。啊，自己谦卑也。没有一点傲慢心啊。对待一切众生呢，真诚的恭敬。啊，就像对诸佛如来一样。把你自信的恭敬心呢，圆圆满满的显露出来了。啊，那是信德。啊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学。啊，至诚恭敬呢，自自然然能感动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自行就是化他。自行跟化他是一不是二。如果我们教别人做，自己没做到，别人不相信。啊，说是你在骗我。啊，那个你的度化就失败了。啊，就古人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你去体会，他为什么成功？啊，没有别的秘诀，他先做到。啊，持戒不杀生。肯定是把伤害一切众生这个念头断掉了。啊，心里头绝对没有伤害众生的意念，这叫真的不杀生。那么众生，小动物看到你害不害怕呢？不害怕。啊，你一招手他就进来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能看得到，啊，你很慈悲，你很和睦，你没有杀气，你的磁场是温和的、柔和的。那个心里头有怨恨的人呢，他的磁场有杀气啊，那个磁场不好啊，啊，所以小动物一进入这个磁场，它就跑掉了。啊，我们很明显能够看得出，啊，一个打猎的人。他走到哪个地方，虽然没有带着猎枪，啊，那些鸟兽看到他都好，不用杀气。啊，一个心情非常柔和的人，跟小动物接触的时候，他回头看看你，他不怕你。啊，你要给他笑，蹲下来招手，哎。他就会慢慢接近你。啊，这种经验我们有啊。啊，我的感触啊就特别明显。那为什么呢？我小时候打猎，我打了3年了。啊，确实那个时候
因为鸟兽一看到，赶快就飞掉了。啊，可是学佛之后啊，这个境界就转变过来了。啊，小动物见着我不怕了。啊，这就学一样啊，我们就真干一样。啊，学不偷盗。啊，不偷盗要怎么学法呢？决定不可以有一个念头啊，占人家的便宜。那占便宜什么？盗心呢？你虽没有偷盗的行为，你的盗心没断呐，没转过来啊。啊，我们一般人的时候，啊，说是财不露白啊，啊，要防啊，防一点的，啊，那现在我们说防都不要防，防它干什么？啊，钱财摆着呢，谁拿去用都好吗？啊，他用跟我用有什么两样呢？没有两样嘛。那你没有这个念头啊，你放在那个地方，他大家都看到没人拿。你看这个多自在呀！啊，防人也很累呀，何必要防人呢？啊，累了自己呀！啊，防都不必防。啊，为什么？懂得因果。啊，一因一果，莫非千定嘛？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何必要防呢？也不会妄求了。那我命里没有，求都求不到。啊，命里的有的丢也丢不掉。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君子乐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。啊，这话说得非常有道理。啊，所以学了佛之后，念念的要广饶益众生。饶是丰饶，啊，广是广泛，啊，对一切众生，我们给他最大的利益，最圆满的利益，啊，是什么？这一点要知道，不是给他很多钱，啊，不是给他很多享受，不是。最丰饶的利益了，是他觉悟了。啊，这个才是真实的利益，他能够带得走的。啊，物质方面，啊，精神方面的啊，名闻利养带不走啊！啊，智慧能带得走，善业能带得走，功德能带得走，这些我们要帮助他。怎么帮助啊？我们是以身作则，我们要做出示范。表演给他看啊，他做不到，我能做到啊。时间久了，他就有体会了啊。所以念念呢，不要为自己，念念为别人，转业力为愿力。我们整个命运都转了啊！特别是我自己啊，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了啊，自己命里头没有财富，
也没有共鸣。啊，一生贫贱呢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都会非常辛苦。啊，张家大师替我选择这个行业，啊，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哪个行业？职业教师。啊，我们用现在的术语来说，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这名副其实啊！啊，他本人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一生教人，没有收学费也，啊，没有分别，你是哪一族的人，你是哪一国的人，没分别，有教无类，啊，只要你肯跟他学，他都会很热心教你。而且真的以身作则，他做出了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你跟随他，他言行一致，啊，说到做到，你不能不佩服他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。下面是若据理而言，即尘众生忘记经卷，即大智圆明，智体即其无边，故曰亮灯三千界。啊，这个后面他还有个解释。这解释很好。这是从理上说。从理上说，就是从性上说。啊，相是四相。啊，性是理性。三千，这个。一大经卷，亮灯三千呢，就是微尘众生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哦，有这么大的分量啊，这是从比喻上讲的啊，是不是真的呢？真的，这经卷不是形象啊！经卷是什么呢？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现象都是经卷。所以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在哪里？不是在经本上啊！你要认为经本就错了，《大方广佛华严》就是宇宙的现象。啊，就是遍法界虚空界，那才叫真的，那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见到大本的华严经，啊，他说那个分量多大呢？
十个大千世界未成迹，这还得了？这比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范围大太多了。啊，十个华严经的十不是数目字，华严经的十是代表圆满，那个圆满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啊，过去现在未来全包括在头上，一法都不漏啊，那叫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叫大本。这哪里是骗人的，真的啊，虽然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，不离自信啊？为什么呢？自信现的，能生万法吗？啊，就像万法筒一样，你们不相信就拿去照相，你转一下的时候，你照一张照片，啊，再动一下的时候又照一张，它都不一样了。啊，你去转转个十万次，有十万张照片去了，一打听，没有立这个小童子啊，张张不一样啊！啊，你能找出两张一样的？找不到。啊，就自信像万花筒，没有大小，千变万化。为什么道理？没道理。啊，法而如是，啊，自信它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啊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啊，大光明藏，能生万法，啊，能现整个宇宙，这宇宙不是大爆炸来的，大爆炸讲不通啊。啊，是从念从心想生的，这很重要啊，宇宙是从心想生的，起心动念，起心宇宙就出来了，动念我就出现了，所以我跟宇宙跟因果同时发生的，没有先后啊。宇宙现出来的时候是净土，是十报庄严土。啊，这个意念不觉现出来的是这个境界。啊，那十报土的里面的人呢，哎，他起了分别了。这个分别这个念头重一点了，就那个波的时候大一点了。十报土不见了，变成十法界了，啊，就是变成方便有余土了，啊，还算是清净，不是，这里头没有善恶，啊，那这个里面众生就一些在狱。这个再严重一点呢，他就起执着、贪着啊，贪着里头头一个是对立，起这么个念头了啊，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，好了，四生法界不见了，这又变了，变六道轮回了。六道里面有善恶啊，啊，善念三善道，恶念呢三恶道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灾难很多啊，啊，好像世界卫生组织宣布，这个猪流感、禽流感这种瘟疫，啊，像现在。应该提升到第六级了，就最严重的了。啊，告诉我们，今年秋天到明年，可能在全世界爆发。啊，
感染的人数估计三分之一，全世界67亿人口，那三分之一，22亿到23亿，这么多人感染，啊，死亡率估计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的，4%，就是感染的人，1000个人，4个人会死亡，啊，那你要晓得是，要是22亿到23亿，这数量非常可观呢。这是大灾难，不是小灾难。啊，接着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由于这个地球温度的上升，南北极冰快速融化，啊，造成粮食危机。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报道，啊，今年北方的小麦收成就少了一半了，啊，由于气候变暖了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那这个现在全世界的人着急，想不出办法。佛法里面有方法拯救，他不相信，这个就没法子了。但佛法里真有方法啊！佛法知道灾难是怎么形成的啊！佛法晓得是众生不善业力感召的，那拯救之道呢？只要回头，问题解决了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断恶修善。啊，像佛经上所说的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一切灾难都化解了。那人心好了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讲习里头也讲过很多次，我们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有没有差别？从理上讲，绝对没有差别。为什么呢？都是新鲜的。啊，差别在哪呢？差别是识变的。识是什么呢？分别执着。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幸好啊，幸好啊！所以那个世界极乐，没有苦难呐、啊。那我们这个世界跟他一对比，我们这个世界的居民心不好。那都是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！所以把整个地球破坏了啊！不要以为破坏地球生态平衡，我没有做啊，我们起个坏念头就做了。啊，所以我常常讲啊，地球温度为什么上升？脾气太大了。啊，你发一顿脾气上火了，地球温度就上升了。啊，贪婪，海水就上涨了。啊，愚痴就招来的风灾了。啊，我们这些台风
飓风、龙卷风啊，浴池啊。啊，傲慢不平就带来的地震，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整个宇宙、大自然环境，跟我们起心动念，息息相关，不是没关系啊。啊，所以佛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讲什么？境随心转啊！最贴近的就是我们的身体。所以佛法我们可以做实验啊，拿身体做实验。我们的心里烦躁啊，烦恼、怨恨啊、嫉妒，常常发脾气。你的身体肯定不好，你的五脏会生病，啊，这就能实验出来啊。如果我能把这些东西统统都断掉，啊，把烦恼断掉，把怨恨断掉，永远不发脾气，跟任何人和和乐乐，你百病不生啊。纵然有病，也会突然并没有了，消失掉了。啊，这都是真的吗？啊，境随心转嘛。所以这个里的关键就是真心。啊，你听了，你自己去试验，转不过来，那什么，你不是真心，还带着怀疑。这行吗？这个可靠吗？能有效吗？啊，不找医生行吗？不吃药行吗？所以你那个信不到位呀。啊，信心真到位了，问题立刻解决了，而且非常快速。啊，所以佛法讲啊，信为道源，根德功德母啊。啊，能长一切诸善根。啊，今天几个人对佛法有信心？啊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在佛法里面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啊，真正明白了，肯定了，佛法什么？佛法全是自己。对佛法没信心，就是对自己没信心。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讲什么？完全讲自己。啊，佛经上常用四个字来概括：啊，性、相、理、事、因、果。不是讲别人的，讲自己啊。我们自己真性呢，它真得受用啊。真的像这个一般宗教里面讲，哎，信的人有福，信的人就得福了。那用在佛法里的非常正确。啊，你要不相信，是你没福。啊，信了之后再真干，就得受用。啊，迷了的时候起妄想分别执着，觉悟了之后那就是大智圆明。啊，智慧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最近我给同学们介绍刘有森善人，啊，介绍王凤仪善人，
王凤仪是清末民初一个世纪以前的人啊，刘友生先生是他的传人啊，他们完全用心理治疗啊，把一些疑难杂症啊，中西医都没有办法治的，他都能把它治好啊。他用的原理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王老先生肯定人所有的病根源都是心理上犯了错误，真正把原因找出来，把这个观念改过来，病就好了。啊，三毒烦恼是与生俱来的，不是这一生学的，你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累积的烦恼习气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做居生烦恼。这一生所学的呢，这是现行的烦恼啊，习气啊，自性里头没有啊，自性是永远清净的，自性里面有智慧，没烦恼。但是自性迷了，智慧变成烦恼啊，觉悟了，烦恼就又变成智慧我们要相信佛的话，对佛的话决定不怀疑啊，我们要化烦恼为智慧啊，我们要了生死，了什么？明了，真正明了生死的真相啊！你对于生死一丝毫恐惧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生死，生死是身体啊，身体不是我，我没有生死啊。啊，身体是我所有的。啊，我所有的这个东西，它有生有灭。啊，像我们穿的衣服，衣服是我所有的，衣服穿脏了、破了，啊，你会把它脱掉的时候换一件新的。啊，那你真正要明了生死，就了生死啊，真明了了。哎，这身体用了好几十年，不太好使用了，啊，老旧了。不灵光了啊，换一个身体，你看他多自在呀！啊，而且你心地越清净的时候，你越换越好啊，你自己可以选择，自己能做得了主啊。迷惑颠倒的人自己做不了主啊，随着业力去受身，那就很苦了啊，自己不能做主啊！佛教我们学智慧，自己做主宰啊！我想换什么身就换什么身这就对了啊！智体即其无边呐，智体是自性啊，就是佛讲的一切众生
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如来是自性，啊，这肢体啊，啊，自性没有边际，自性里头没有对立，啊，你看我讲大小对立，长短对立，空有对立，生死涅槃对立，都是两边的嘛。啊，自性里头找不到对立的，我们要觉悟啊。自性里头没有对立，我们今天跟人对立错了，我们跟自性啊背道而驰了。自性是和谐的，自性是包容的。啊，我这些年移民到澳洲之后，啊，有这么一个缘分，代表澳洲大学，啊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我在和平会议上做了很多次的主题报告，啊，用佛法。啊，化解冲突用什么呢？首先要化解自己。啊，我说自己内心深处对一切人的对立，对一切事的对立，对一切无的对立。内心化解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化解外面的对立冲突。因为冲突是对立提升，是矛盾啊，矛盾提升才是冲突，所以冲突的根呢就是对立。不从这上下手，这个世界上冲突太多太多了，你也没有法子化解。啊，冲突提升就是斗争，斗争提升那就是战争啊，不能让它升级啊，要让它化解，啊，这个样子才能真正帮助世界恢复安定，恢复和平。啊，那么具体的办法从哪里做起？我就想到宗教。啊，如何能团结全世界的宗教？啊，宗教如果能够和睦相处，能够化解对立，有助于社会安定跟世界和平啊，我这个想法很多人同意啊，我们也做出了效果啊，东南亚的宗教啊团结了啊，我是10年前啊住在新加坡啊，帮助新加�坡团结9个宗教，啊，真的9个宗教互相往来，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啊，互相参加活动，他们有这个宗教活动，我们也参加，啊，我们有佛寺活动啊，也邀请他们也来参加，啊，那么东南亚的这个。印尼的宗教团结了，马来西亚宗教团结了，啊，现在澳洲我们也正开始，啊，这个3月份
我们一个宗教会议开得非常成功。啊，澳洲所有宗教都来了，大家都欢喜。啊，我们还真正希望能做到世界宗教是一家。啊，为什么？为化解冲突，为社会安定，为世界和平，决定没有自己啊！啊，如果还有自己名利夹杂在里面，这个事情就做不成功。啊，你会失败，你做不好。啊，不能有丝毫的私心。佛法没有别的，就是要真干。啊，真正佛弟子，你刚刚入佛门，你就求受三皈呀。三皈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所以你一来就传授给你。真的叫毫盘托出，一丝毫隐瞒都没有。啊，皈依佛，皈依是什么意思？皈是回头，回归，依是依靠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觉悟。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以自性觉，这叫皈佛啊！我们家里供养佛菩萨形象，你要懂得意思。你不懂意思，就迷信了，拜偶像了。啊，供养这个形象什么意思呢？让他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性觉。一看到佛像，我要觉而不迷；听到佛菩萨的名号，我要觉而不迷。什么是觉？放下分别执着就觉了。什么是迷？分别执着一起来就迷了。你看，它是教学啊，它不是迷信的。那这样供佛像真有利益了啊！用它来提醒我啊，皈依法啊，法是教训啊，经典里面啊写着佛菩萨给我们的教训，常常记住，依教奉行啊，法是正知正见。啊，我们邪知邪见，一定是根据这个法修正错误的思想见解，正而不邪。啊，身就是和睦。啊，放下自己，跟一切大众和睦相处啊，这清净不染。啊，你看，你一进佛门就传授给你。你要真干了，你要真懂得了，这家里面供养三宝，啊，经书是法宝，菩萨像就是僧宝。那时时刻刻提醒你，觉不迷，正不邪，净不染，你怎么会不得受用？啊，没有迷信啊，但是现在受皈依的人多，真正把皈依讲清楚、讲明白的人不多啊，这就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法的误会。
这个底下说，故曰等量三千界，一此一故，名一尘含容空有别。这一尘一微尘里面，含容空有。这个是性德里面三种现象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。